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京会见马英九一行。习近平表示，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，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、光复台湾。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，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，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。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，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，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，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。海峡的距离。 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，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。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。两岸同胞一路走来，始终一脉相承，心手相连，守望相助。 习近平表示：“青年是国家的希望，民族的未来。两岸青年好，两岸未来才会好。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、骨气、底气，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。”习近平强调：“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、共同的文化、共同的历史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，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。” 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，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，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，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嗯。习近平最后说。 四月三号，花莲县海域发生七点三级地震，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。我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，对灾区民众表示慰问。马英九表示，坚持“九二共识”，反对台独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。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，都是炎黄子孙，应深化交流合作，共同传承中华文化，提升两岸同胞福祉。 携手前行，致力振兴中华。与会台湾青年代表做了发言，王沪宁、蔡奇等参加会见。